我都不知道你还会弹琴呢。我小时候应该是学过钢琴的，但是不太记得，条件反射。为什么？因为出了一件事情，所以就不太记得了。 怎么是你？曼青果然是从我们顾家来的。你都知道，西星的事你是故意的，为什么？青青出车祸的时候，你们干什么了？真的我不知道吗？还有那个柳妍妍，我不会放过她的。 妹夫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一个每天都要输着营养液、插着导尿管的活死人。你要是觉得无聊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找点乐子。哎，你知道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稀奇古怪爱好的人。 姬安阳，他就是太急功近利了。你说他要是知道我是顾青青的话，会是什么样的表情？这还是要看你自己怎么想。我当然是觉得好爽，顾青青这个恋爱脑输掉的一切，都由曼青替他赢回来。 Hello.
给他来一杯热牛奶。你喝多了。你在我最崩溃、最无助的时候，强硬地掌控了我的人生，说我需要你控制。可当我终于习惯的时候，你却要停下，让我说安全词。裴景清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服务员，给我开一间你们这儿的套房。非要这样你才听话是吧？啊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不想喝热牛奶吗？因为我想瞒你一夜。或许等你夙愿达成，我倒是可以考虑奖励你一次。那看来我要快点让那对狗男女得到报应了。记得我们说不求。曼静小姐，我是顾氏集团的顾启言。顾总，您好，我认识您。去哪儿？我送你。我其实是想找机会跟你认识一下。顾总今天来找我是为了季总的事吗？我说了，我只是想认识曼静小姐一下，跟其他人没关系。是吗？那顾总想知道什么？万青小姐身上似乎有很多秘密，让人捉摸不透。每个人都有秘密，难道顾总没有秘密吗？顾总，我到了。前面停一下。顾总，
今天会议的内容整理出来给我。还有啊，顾青青的婚房既然这样不住了，就把它收回来，打扫干净。先出去吧。是，明白了，顾总。你怎么来了？自我接手水星以后，我整理了。这种事，你自己解决就可以了。您交代过我的事儿，我得向您汇报才行。对了，您的电脑屏幕为什么会是曼青？您认识他？不该你问的事，就不要问；不该你知道的事情，不要好奇。我……好了，先出去吧。你去见顾邪了，是他来找的我。过来。知道为什么惩罚你吗？因为你违反了我们的契约。我不允许你用你的美色来对付顾启言。裴景清，你在乎我，你是在吃醋。你现在勾引人的功夫真的是越来越得心应手了。裴总瑶是什么？下手也需要被惩罚吗？所以你下一个目标是顾启言吗？裴总这么聪明，不如猜一猜。这么巧，曼青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次多亏曼青小姐了，青青的房产才没有被抵押拍卖。顾总太客气了，我只是做了一个顺水人情而已。对了，曼青小姐怎么会来这里？啊，我正好路过，想过来确认一下这个房子是否已经物归原主。什么时候有空，赏脸让我请你吃个饭。好啊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你去见顾启言了？裴总跟踪我了。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在打顾氏的主意？裴总对顾氏的欲望应该要比我更加强烈。被我说中了。
破缝掉了，我要补妆。如果没有我，想要得到故事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吧。那你接近顾启言，是不是为了刺激柳妍妍？很明显，柳妍妍暗恋顾启言，他也是阻止季安阳报警的那个人，我很难不怀疑他。那你有没有怀疑他背后的人？顾启言？不可能，他是我哥。他是顾青青的哥哥，不是你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下一个目标都会是柳妍妍。嗯，你不是一直好奇柳妍妍她的父母哪儿去了吗？她父亲因为赌博欠了高利贷，在四处躲债，所以你找不到她。可我有他们的消息。那裴总开个条件吧，离顾启言远点儿。这不都是镜子吗？这里的门呢？门呢在这儿。我从这儿来的。对。这咋还有个葫芦？哎，你好，二位，什么事？哎，我们这边还没营业呢。我女儿在这儿当老板。老板不在。老板不在。局长，不是，你不能进。不是，局长，局长，我说嘛，咱女儿当老板了，还得是你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你说呢？你说你现在都过成这么好了，那我跟你妈能不来吗？你们怎么找到的？可不容易了，满身都是汗呐。女儿，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啊，你不能一声不吭你就玩失踪啊，你让你妈我俩多伤心呢，尤其你妈呀，啊，一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，那头发一把一把掉啊。是啊，美娇，你要走你要和妈妈说一声啊，看你瘦的都脱相了。这包多少钱？别拿我东西。美娇，你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东西，你这么说话多伤我心呢。是啊，这没钱呢。哎，你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把你们那个最贵的那个酒给我倒一杯。你说这值不值400呀？啊？我可听说这地儿不是他的。水呀、啊。你猜，如果他和季安阳知道一切都是你干的，会后悔背叛你吗？不用急，现在只是开始，我会让他后悔的。你说我们能不来吗？你是我们的女儿，你在哪儿我们就得来呀。你怎么老年你妈跟我走啊？对呀。不是，哎，不是你这。娇娇。娇娇娇。娇娇，你听我说。松开。你们来找我无非就是想要钱。说吧，要多少？娇娇，答应给爸爸还账了。到底还欠多少钱？400万，不多。400万，我上哪儿给你弄这么多钱？不用你找，不用。哎呀，你们看什么呀？
没见过爹跟女儿说话呀？我的娇娇啊，娇娇，娇娇，爸只求你帮爸办一件事情，你要答应了，爸爸立马走人，再也不烦你了。什么事？爸爸有个朋友想请你吃顿饭，你如果答应了，他就把爸爸欠的那笔钱一笔勾销，从此再也不要了，事成之后再也不烦你了。你还想再卖我一次？最后一次？最后一次啊，最后一次。看在你闺女水灵，就多给点儿啊。哎，谢谢陈老板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去吧。对了，那个娇娇，陈老板是我好朋友，你好好陪陪人啊。我就先走了。是这个陈老板，不行，他会玩死我的。娇儿，陈老板来都来了，怎么也得吃个饭呢。真的只是吃顿饭吗？你们想干什么我不知道吗？不是要钱吗？我给你们钱，放我走吧。娇儿，爸爸把人家钱都收了，你说你现在要走，爸爸会倒霉的，你去救救爸爸。我有钱，不行我借钱，我还有水晶，我可以把水晶卖了。美娇，他是你爸，你不救他谁救他？不行，我都是我不好，我不是人，我禽兽不如，我就是个牲口，我连我自己的女儿我都，我是人吗？我孩子，你放心，我现在就跟陈老板说，让他赶紧滚。行了，没事了，别怕，来喝口果汁缓一缓。为什么顾总，我只是受了点伤，我可以继续工作的。这次让你休假呢，一方面是想让你好好养伤，毕竟你的伤在脸上，对形象还是有一定影响的。另外一方面，我听说你家里来人了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的。季安阳的事情刚刚过去，我不想公司再有什么事端。我明白了，我会按照你说的休假的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妍妍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是谁把你在这里的消息泄露出去的？
他叫我来，应该不只是单纯参加酒会吧？顾启言不简单，目的肯定不会太单纯。失陪了，回见。曼青小姐，可以请你跳个舞吗？裴总不会介意吧？啊，随意。曼青小姐什么时候进裴氏的？我去国外读了两年书，所以入职不久。那曼青小姐认不认识顾青青呢？顾总怎么会这么问？不认识吗？我还以为你跟我们青青有什么不解之缘呢。只是巧合而已。车钥匙，老板，你要自己开车吗？你可以下班了。裴总还有自己开车的习惯？你以为你很了解我吗？我就是随便一说。你是挺随便的，连顾启言都能勾引。上车，我有话跟你讲。说，这不都是你教我的吗？顾清新现在已经死了，现在的曼青和顾启言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为什么不能勾引他？我跟没跟你说过，不要跟顾启言走太近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现在只有接近顾启言，我才能知道真相。有时候真相就意味着危险，你知道吗？有人看着呢。能不能配合一下？演戏演全套你不会吗？把腿伸出去，听话。我记得今天没放你假。我想回顾家。不行。但我现在非常确定，车祸和顾家有关，我不能放弃。
启言送的。你要是再一意孤行影响我的计划，我早晚跟你终止合作。但你说过不会干预我的复仇。但我也说过了，我不喜欢无谓的愚蠢，记住了。随便。两年前就已经失踪了。我今天见到顾启言了。怎么，兄妹相认了？你这样我会觉得你在吃醋。你这么说话，不就是想让我这么问你的吗？他说了一些很奇怪的话，他好像认识真正的满清。他果然还记得满清，那他应该也猜到了满清来找他的理由。但是警察说找不着了，下落不明。他还活着吗？找不到，就说明他可能还活着吧。那也可能是藏起来，不想见我。我把你整成他的样子，让我身边多了一具皮囊，总比下半辈子见不着他好吧。裴景琦，而你，你也需要一副新面孔，不是吗？你喝多了。
曼青小姐。顾总，这么巧。你经常来这里喝咖啡吗？是啊，我特别喜欢他们家拿铁。这里的柠檬芝士蛋糕也非常好吃，要不要尝一下？是吗？好啊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嗯，太好吃了吧。你怎么这么喜欢吃芝士的？我呢有个哥哥，他从小乳糖不耐受，但是呢他每次都会陪我吃，所以就算他不舒服他也每次都会陪我一起，但后来我也就不怎么吃芝士了。你一定很爱你哥哥吧？是啊，他也很爱我。小时候呢，我总会笑他是个笑面虎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虽然表面笑嘻嘻的，但是只要有人欺负我，他一定不会让他们好过。我突然觉得你跟我认识的曼青小姐一点都不像，倒是跟另外一个人非常相似。是吗？曼青小姐，顾总已将这套房子过户到你名下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柳小姐，你不能随意进来。我问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我的房子，你不知道吗？怎么可能？这房子现在是顾家的，和季安阳和你裴氏没有任何关系。那真可惜啊，祁阳哥哥说这个房子一定要送给我。胡说，这不可能。柳小姐，这套房子确实是顾总送给曼青小姐的。骗完季安阳又开始骗顾祁阳了是吗？不要脸。不要脸。对，你勾引你的好闺蜜顾青青的老公确实挺不要脸的，对出了车祸的顾青青见死不救你更是猪狗不如。你怎么知道我跟季安阳见死不救？因为顾青青她还没有死啊。我亲眼看见她躺在太平间的，她死了。太平间是那个你和季安阳亲热的太平间吗？这个疯子。我不是疯子，我是顾青青。我已经见过顾青了，然而他并没有什么动静。你以为顾家会放过你啊？这只是时间问题。裴总还会担心我呀？我只是担心你这张脸。你放心吧，我肯定不会让裴总最爱的这张脸受伤的。你干嘛？喂。
小姐，有什么话我们可以好好的。少废话，你以为我会和他们一样蠢，信了你的鬼话？我不管你是顾青青还是曼青，你今天必须给我死。既然要死，那我想问你个问题。你问。顾青青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大概是老天有眼吧。怎么，你认为是我害死了？不是你。像顾青青这种愚蠢的千金大小姐，我弄死她有一百种方法，但是她不配。怎么，难道她这种蠢人死活对我有什么关系吗？什么？我先过去，你召集人手到青龙公路，叫庞医生去家里准备。顾青青把你当朋友，你就这么对她，你难道不会觉得对不起她吗？朋友？她有把我当过朋友吗？她如果把我当朋友，当我父母把我卖给别人的时候，他想过去救我吗？他做什么？他什么都没有做，我就像他的一件衣服一样，说丢就丢了。我本来以为顾青青死了，是老天爷终于帮了我一把，他让我得到了顾青青的一切。当我觉得我的生活开始变好的时候，那两个老家伙出现了。是你吧？是你跟他们说我在哪儿？都是你。你看，看看你做的好事。你想要什么？怎么，当惯了裴锦清的玩物，也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了是吧？我要什么？我要你从顾家滚蛋！不说话，行。说不说？往前一步，这里就变成火海。裴青青，这里全是气药，你快走，快走！闭嘴！裴总，好久不见啊，你是来救你助理的吗？他是我的人，谁动他谁死。看看你这目中无人的样子，想救他，求我，跪下来求我，我就放他走。
安琪。当时我们赶到现场，柳妍妍已经不在了，查了监控没有线索，已经好几天了。先不管了，曼青怎么样？庞医生说问题不大，受了惊吓有一点发烧。你先回去休息吧。你又救了我一次，是啊，我又救了你一次，我不救你谁救你啊？还有别人吗？也真够笨的，自己跑出去还能被捉了。辛苦裴总还要照顾我。嗯，你最好别说话，伤神。过来，过来。记住了啊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可以摘下项圈，听明白了吗？没事就好。裴总，你睡得好吗？嗯，
有人吗？有没有人？有人吗？救救我！裴总，怎么了？还记得之前答应过我的事吗？什么事？搞定柳妍妍和季安阳之后，你会给予我奖励。奖励？好啊。想要什么奖励？这就是你想要的奖励啊。我也是有样学样。喜欢这里，过来过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说什么呀？我不信。我真的想抱你一下，我现在特别想你。再也不会放开你了。好啊，那我们就纠缠一辈子吧。
我不让你多休息几天吗？啊，我可不敢啊，我就缺勤了几天，绩效都要被扣光了。说，什么事？我回过厂房了。柳岩不见了。是不是你带走的？我也不知道她在哪儿。那现在柳妍妍和季安阳都不承认车祸是他们干的，而柳妍妍现在又下落不明，所以说证明他们背后还有人。所以我的下个目标是顾前，他只要知道我的身份之后肯定会让我回顾家，所以我想。顾前他以前就认识曼青，但是他依然装作第一次见到的样子去试探你，他这个人他就很危险，而且顾家他就是一个火坑，你睁着眼往里跳，最后给你烧得连毛都不剩。我不建议你去。那只是你的建议，听不听在我。哦，所以你就是来通知我的呗。啊，那行。曼青小姐是吧？请坐吧。顾总不在的话，我可以下次再来。我是启言的母亲。我认识你，顾太太。启言在开会，正好我接到前台的电话，就让你上来。这样，那既然顾总还在开会，我就先走了。曼青小姐。我听说你最近和启言走得很近呢。这件事儿顾太太还是亲自问顾总比较好。怎么了？你都要做我们顾家的儿媳妇了，我问这个问题你都不愿意回答。顾太太，你越过我和我的特助单独洽谈，似乎不太合适吧？看什么看？快出去！